李乐言，你是不是吃太饱了？在干嘛呢？随便秀秀。哟，你还有这心思呢？怎么没见你多放点心思在活计上？我很快就会学会的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之前在宫里，我也没有操心过这些事情。宫里，宫里，她又开始做她的公主梦了。这位公主，宫里面是不是都用金梭子织毡毯呢？啊！起床了，都什么时辰了还睡觉？哎，起床了你！都什么时辰了？小娘子，吃完这碗饭就赶紧给我走，这宗官司我可担不起的。娘子，我不敢出去。要不你收留我吧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说了一天就走的，怎生还来我这儿不走了呢？不行，吃完饭赶紧给我走。娘子，我是要回长安的，我待几日一定会走。我真的什么活都可以做。你做过活吗？但我会刺绣。刺绣？就你绣的那个荷包啊，是我见过绣的最丑的荷包。要是按你那个绣法啊，我这脂肪啊迟早都得关门。不不不，娘子，那个荷包是我最好的朋友绣的，我真的会刺绣。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也不像干过粗活啊。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留下来不是不可以。我可没多少工钱给你。是吧？停一停啊，过来听我说两句话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小娘子是李乐烟，从今儿起啊就跟你们一起干活了。你昨儿不是说她待一天就走了吗？那老娘今儿心情好啊，不行吗？行是行，但这位一看就不会干事儿，招谁也别招她呀。我还就招他了，因为他工钱低呀，就是喜欢。行了，这小娘子没做过什么活，所以姐儿几个呀就帮衬着点儿。散了吧，来，哎，走了。魏师傅，从今天起给你带个小徒弟，这个小娘子呢就跟着您学，您好好教，你好好学。好。我教他，这个是梭，然后这是线，把脚踩上，穿过去，这样子一踩，会了吗？停一停了啊，累一天了，我买了些糕点，大家分着吃啊。糕点，来，快来，谢谢，都有，谢谢，娘子，今日怎的如此大方？就是啊，这平时胡麻饼都舍不得买的，可是有买卖了。说的没错，有一个姓胡的商人，订了咱们一批活计，真好吃，够咱们吃好几个月的呢。是啊。所以呢，得好好干活。吃完糕点，赶紧干活。嗯，好，干活去吧。好吃。
丽娇娘子，你也吃点糕点吧，一会儿再忙活。你这个新上手的呢，我对你本来就没什么要求，这做好做坏吧，就那么回事儿。柴娘子，若是没做好的话，我可以重新做。没关系，先吃点糕点，一会儿再做。哎呀，李乐燕，你这是给我做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，自己看看，自己看看。我重新做，重新做。哎呀，别别，你别做了，我的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得满头线。哎呦，我真是，李乐燕，你是不是吃太饱了？在干嘛呢？随便秀秀。哟，你还有这心思呢？怎么没见你多放点心思在活计上？我很快就会学会的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之前在宫里，我也没有操心过这些事情。宫里，宫里，她又开始做她的公主梦了。这位公主，宫里面是不是都用金梭子织毡毯呢？啊！小娘子啊，你的脑袋是不是被撞过，或者是生过一场大病？怎么净说胡话？这孩子要不请个医门看看啊？要不跟柴娘子说说，以后别没事拍她脑袋了，这都够傻的了。右手挑一根线，嗯，双手合十，从中间的线穿过去。左手再挑一根，非常好，翻过来。娘子想玩这个？李乐燕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看看他们做的是什么，你这是给我做的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？我只是想把这个给解开。今天晚上解不开不准睡觉。哎，你是不是老天爷派来让我力劫的呀你？啊，气死我了！来来来，你帮帮他，帮帮他啊！真搞不懂啊，你学了这么多天，学什么东西了这是？好累啊，差不多了吧，要不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我看行。哎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，累死你了。不知道明天要交货吗？活都做完了吗？你们交不上这批货呀，都给我滚蛋，赶紧接着做。张娘子，哎呀，你别添乱。李乐燕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不不不，滚出去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，快点，快点啊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你把他给我轰出去，出去，下去！哎呦，你说这李乐燕是不是真的傻呀？这么笨呢？